帮我开。阿斯顿马丁接相亲对象，不好意思来晚了。没事，送你的，走吧，吃饭去吧。坐我车吧，你这个算了吧。不是，我这车怎么了？蒙迪欧。什么？我前男友开的就是这个，我不想再坐了。你什么眼神啊？这能是蒙迪欧？喏，这不一样的吗？我这车两个门。对哦，还有两个门呢。我是说两门跑车。喏，这也两个门。电影007你看过吗？看过啊。男主角詹姆斯邦德开的那叫什么车？不知道。那你总共见过真正的跑车吧？见过啊。小动物图标，牛、马，还有，都不是，是个豹子。捷豹？不可能，他没有。什么捷豹啊？不是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你不信，我找给你看，是豹王。